Hello，大家好，这里是宅男的开包，我是你的老朋友阿帅。今天我们继续要开箱，是在拼多多上花了8.8元买的中性笔芯，另外还送了一支笔。这样的，这个为什么突然我会买中性笔芯呢？那是因为之前我买的山寨笔芯写字会断断续续的，不怎么流畅，所以我就想买好一点的，书写能够流畅一点。晨光这个牌子在国内来讲，笔芯领域应该是 number one 了吧。那么我想看一看国内第一品牌和山寨品牌中性笔芯书写方面到底有什么不同。晨光最细的笔芯是 0.2 毫米的，我买的是 0.3 毫米的，因为 0.2 的比较贵，感觉有点不划算，平时我喜欢细一点的，感觉上更干净一点。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和山寨笔芯正面的 PK 一下，到底哪个牛？ Let's go。 好的，我们先分别来画一条线。首先登场的是宋的，卖家送的这支笔粗细是 0.38 的，然后我的山寨笔芯几分钱一个，非常便宜，山寨的是 0.5 的。大家看一下粗细。好的，现在让我们写几个字，大家看一下，感觉上晨光的明显好写很多。大家看，山寨的是蓝色的，有些地方不连贯，存在断墨的情况，晨光的都是没什么断墨，都是非常流畅的，所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而且直径方面也是山寨的更小一点，里面的墨水的容量也是山寨的小，这两个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说还是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贵了一点。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先这样，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关注之后节目更新就会有提醒。那么咱们下回再见，拜拜。